九月十五日下午，Seventeen 成员 S.COUPS、尹京汉、都奎、呼吸、提诺、乌、bon、鸡、金敏奎全员有波诺、付胜宽计萨十一名成员因海外演唱会行程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国。成员俊 D.A 因中国行程缺席。 当天，Seventeen 成员们似乎心情大好，下车后便一字排开和记者、粉丝打招呼，展现了超强亲和力。成员们在进入机场时，因粉丝拥堵，造成了小范围的围堵，但好在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，成员们安全入关，并未造成其他影响。据悉，Seventeen 将于九月十六日在雅加达举行演唱会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